韩国演员丁海寅在出演新剧《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》后，广告邀约暴涨。据广告业内透露，此前一年广告费大约为1亿韩元的丁海寅，在该剧后广告费迅速涨到了5亿，并透露电视剧刚播出一两集后，随着反响越来越好，一下子就接到了15个广告的提议。目前因广告邀约不断，经纪公司暂时放下了广告合约的业务，似是在观望形势。丁海寅经纪公司方面也透露，不太方便透露演员的广告费用，并表明目前确实收到不少地方的广告问询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